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Mr. Husband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你这是干嘛呀？ Happy birthday to you. 我的生日今天是。你有哪一年能记得你的生日啊？哎，嗯，你有哪一年能记得我的生日啊？桃子的生日，一家人的生日你都不记得，厉害，真厉害。那不有你了吗？只要你记得就行。想不想知道是什么？我看看。那我告诉你，看可以。今天不许再去实验室了，我也请了假了。你我桃子，咱们一家三口出去好好玩一玩。不去实验室？嗯，肯定不能去。啊，我去，去哪玩啊？游乐场。哎，可以啊，我们一块儿走疯狂老鼠怎么样？嗯，你长得好像老鼠啊！哎，忽然觉得你长得挺像老鼠。哥，嗯，明天休息放假，不用来了。放假？明天什么日子呀？甭管什么日子，让咱们脑袋瓜子好好休息休息啊！杨老师，我跟你都跟习惯了，这一休息我觉得特浪费时间。我就担心我把你给带坏了，你千万别像我这样啊！一天到晚的在实验室里扎着，生活不会幸福的。听见吗？你得让脑袋啊留给生活一部分，得去享受，唱唱歌，跳跳舞，是，尝尝试做。嗯。果果，今天晚上。哎，杨先生你好啊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你好。您好，杨先生回来了。你好。哟，先生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哟，先生您回来啦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亲戚啊？不是啊，那我雇来的阿姨。阿姨？对啊。这三个都是阿姨。对啊。怎么了？至于吗？你让他们干什么呀？洗衣做饭扫地，还有那院那熏鸡鸭鹅什么的，不都得伺候啊？那你是不是到时候还在请一个园艺师给你栽花，请个司机给你开车，请俩保安给你把门啊？那你要愿意的话，那就请呗。哎，老公，给你看看这个可好玩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老公，给你看这个可好玩。哎，你最后不至于再请个人去给我当助理吧？忘了自己是劳动人民出身了，啊？作的吧你？饭熟了叫你吃饭啊。阿琴，是我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有事要跟你见个面。当然很重要，那别到家了吧，就到我们家楼下这茶馆怎么样？行，
我知道。好，一会儿见啊。那好吧，一会儿见。有点事儿，先出去。你先自己吃饭吧，啊！哎，等会儿，饭马上就熟了，你吃完饭再出去呗。你先吃吧。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我又不能有点隐私吗？隐私？你是去找阿琴吧？是。你是你说的，给我自由。好久没见了，你瘦了，我瘦了吗？嗯，过得怎么样？老样子呗，上班下班，吃饭睡觉。你呢？跟果果和好了？他求我原谅，我呢又不是一个会说不的男人，我心一软，我就原谅他了。我真后悔当时心软。太了解您，就这么一个人。既然和好了，就好好过日子吧，别老后悔后悔的啊！哎呀，你不了解他，我了解你呀。多大岁数了，老跟一小姑娘较劲？哎，你不挺忙的吗？嗯，咱们俩没离婚那阵儿，整天做你那破实验，不是破实验，我说错了，整天看不见你人影儿，现在变了？我没变，是我身边的人变了，你看。以前我在实验室里一天忙到晚回到家，我没觉得怎么样啊，我觉得很舒服。现在忙完我回家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里里外外我特别不自在。我告诉你吧，那是因为以前我从来不管你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吃的喝的伺候着你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别人管着你了，人失去自由就不自在。你别说，你说的真对啊。找什么事啊？没什么大事儿，嗯，我就想让你啊，明天跟桃子陪我过个生日。去去去，一边待着去。自己都有老婆的人了，哪有过生日还找前妻一起过的？哪条法律上规定不能跟前妻一起过生日的？法律上没有规定不能跟前妻过生日。不就完了吗？但我不能跟你过。过个生日有那么严重吗？对呀，过个生日没那么严重，干嘛非得让我跟你一起过？让桃子陪你一起过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以前我都忘了，是你提醒的。你既然提醒了，你帮忙得帮到底，你得负责任。哦，我提醒你的生日了，所以我就错了。那我错了，杨叔，我真的错了。陪我去吧。我提醒你还提醒错了，明年过生日我肯定不提醒你了。明年我就不麻烦你了，就这一次，咱们带桃子去采摘去农家乐，好不好？不好。烤红鳟鱼。不行。我告诉你，杨叔，嗯，不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从此以后不可能了。好，哎，你明天既然没什么事儿，你就陪我去一趟又怎么样？我为什么没什么事儿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没什么事儿啊？那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有约会。跟谁呀？男士。阿秋，我真不是咒你啊，你们俩成不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成不了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心态啊不够平和。你找男人还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做给我看，这就心态不好。心态不好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哎，好，不去，先不买单啊，咱们坐一块聊聊总行吧。我其实。一肚子话都堵了，就想跟你说两句。我今天买单，我买单，好不好？
我刚起啊。啊，中午我们俩一块吃饭，行啊。那去哪儿啊？我有个想法，我想邀请你到我家里来。你不是大厨师吗？你们家？对，正好呢，我能品尝一下你的手艺。那好吧。那咱们就说定了。你家在哪儿？你告诉我。哦，那小区我去过，我知道。行，那你收拾一下，在家等我，我马上就到。啊，好的。哎，好好好。生日，你帮我跟他说一声啊，祝他生日快乐。我就不跟我爸打电话了。再见。白大褂好看，真的。来，行。你的车真干净啊！对不起，我有一点点洁癖，一点职业病。是不是医生都有洁癖啊？大多数都有点职业病，是精神病还是神经病？对不起，我不是在笑你，我在笑一个病人。他呀，结过三次婚，结果第三个老婆要跟他离婚的时候，他就跑我这儿来了。最后啊，我就给他治精神科去了。哦，还有精神科，我一直以为只有神经科。不，有。两个领域。啊，走。哎呀，干嘛呀？哎呦，老哥，生日快乐！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刚刚桃子一遍一遍给你打电话，我怕有急事，我就帮你接了。他让我对你转达对你的生日祝福，想想真惭愧，居然我不知道你的生日吗？嗨，一个生日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可不行，你不重视我得重视啊！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最完美的生日。走，哎，起床吧。那个我答应跟桃子一起过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她是我女儿。有阿琴吗？没有，就我跟我女儿两个人。就你们两个？吃顿饭在外边，还能怎么样？那我也去。哎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他现在不太接受你，我怕你再刺激他，脾气一上来闹得不欢而散，干嘛？好。就这样。那最起码你得先陪我去趟超市吧。去超市干嘛？我给你做饭吃，等你回来。行。哎，你
你是要和他说话那个演员冯远征老师吗？不，我不是。不会吧，我不会认错人。我真的不是。真的？真不是。真的不是。哎，你说名人苦恼，像名人的也苦恼。有时候赝品啊，比名人还悲哀。有吗？有了。好吧。咱去那边看看吧。这里有醪糟，回家给你做醪糟蛋吃。哎，这个酱，这个酱还要吗？还有这红的，还有这个啊，好。哎，这要吗？这不要了吧？那走吧，这边啊。家最温暖的地方应该就是厨房，所以我在装修的时候对设计师说了，厨房一定要温暖，这是我的风格。结果装出来以后啊，确实是很温暖，不过一个人的厨房啊就没有温暖可言了。请喝咖啡。知道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就是一个人坐这儿喝着咖啡，然后看着厨房里心爱的女人在忙碌着做饭，那是最幸福的事儿。你离婚很多年了。哎呀，这个别墅没装修完，他就跟我离婚了，说是跟我在一起不幸福。你为什么离婚啊？我前夫他是搞科研的。哦，也许你知道他，他也是搞医药研究的。真的？他叫什么？杨树。杨树，我认识啊，大科学家。老公。嗯。来，喝口咖啡。嗯。老公，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刚刚在超市里，那个应该是阿琴姐男朋友吧？是吗？不知道。看他们两个人挺甜蜜的，阿琴姐好像挺开心的啊。你想说什么？阿琴姐她开心，咱们两个人也应该为她开心吧。我不开心吗？你觉得？你觉得我不开心吗？她是不是她男朋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？她开不开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做好吃的饭菜了。
阿琴要成为别人的妻子了。阿琴，我也喝点，喝完以后喝点茶，等酒醒了以后啊，我再开车送你回家。不行不行，开车绝对不能喝酒，现在管得特别严。那行，一会儿打车送你回去。哎呀，能在家里头吃这么一顿美味的菜，真是谢谢你啊。在这么温暖的厨房做一顿饭，我也觉得很幸福。谢谢与你共进午餐。行了，咱俩别再互相谢了，正式的干一杯。好。哎呦，哎呦，腰还没好啊？哎呀，现在动的不好啊，还有点疼。我给你买的膏药您贴了吗？那太味儿了，我贴不了。您怎么那么矫情？不就是点味儿吗？无非是药味而已。您又不去公共场合，在家贴有什么的？那味儿太大了，我自个儿也受不了啊。那您就疼着。我疼怎么了？我也没找你哼哼。您找我哼哼管用吗？我理您吗？我倒是想找阿琴哼哼，可是他现在在哪儿啊？我都不知道他这几天都在忙些什么。阿琴刚摆脱那个老师，精神刚好点儿，您就让他清静会儿吧啊。大姨，大姨，你做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热死了。大姨给你盛饭啊。哎呦，哎呦。又开一瓶啊！啊，喝吧。来，先把这点喝。阿姐啊，我想向你问一个问题。你对性这件事情怎么看呢？性？怎么了？你吓着了吧？你一定是在想说。一对孤男寡女，然后在男的家里头又喝了酒，然后男的提出性的事儿，就该上床了。你不用想那么多，我呀，是从医生的角度，想从神经学的角度来呢，跟你探讨一下有关性的问题。其实你不用想那么多，真的没什么。你怎么想的，你就怎么回答我。就是我怎么想性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这么着吧，我来问，你来答。嗯。好，那就是在你看来，性对你来说是不是最重要的？不是最重要的。我跟杨树，我们俩在一起的次数也很少。嗯。那还有。那你在选择丈夫的时候，是更在乎性呢，还是更在乎其他的东西？我在乎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互相吸引的，他看你的眼神，你看他的眼神，都特别有灵犀，就像上辈子你们俩已经认识，这辈子是缘分的注定。不过两个人在一起应该还是互相关心，互相体贴。就是挺有爱意的吧，但绝对不是性爱。嗯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更在乎的是男人对你心贴心的关心和他的关怀，还有依靠感。我觉得是女人肯定都在乎这个吧。我说的这些对你的医学研究有帮助吗？这当然有帮助了，谢谢你。我想跟你说，男人跟女人肯定不一样，男人肯定是。更在乎性，你错了。其实男人的神经才是更脆弱、更敏感的。
男人才需要女人更多的关心、关怀和女人的细心体贴，真的。哎，我再问你，你有没有进一步想继续寻找？有啊。有啊。我离完婚之后，我又谈过一个。哦。没成。不合适。嗯。他是一个收藏家，家里有各个年代的很多的那个古董，就坐的椅子是明代的，然后喝茶端的那个茶杯是宋代的，我喝茶端着茶杯手都抖。后来我打碎了他一件最珍贵的古董，他说他的每一个女朋友都要打碎他一件古董，他所以他觉得他跟我不合适。真的？所以我就在想，他可能是要找一个不打碎他古董的女人做他的老婆。你呢？你离完婚之后谈过几个？我没谈过，真的，因为那一次失败以后就变得比较慎重了。嗯，也觉得一直这么多年没有遇到合适的。不是，怎么可能？你不是离婚离了很多年了吗？你一次都没有谈过？没有。你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间？是的。老公，来，快吃饭吧。今天全都是你最爱吃的菜，你看这蛋糕漂不漂亮？来，把蜡烛点上。点蜡。哎，算了吧。那你也得许个愿吧。许一个嘛，老公。来。好好，我许一个。好了，许完了。今天是你生日，咱们两个喝一杯吧。果果，我觉得不太舒服，就别喝了吧。今天你生日嘛，来，祝我最最亲爱的老公生日快乐。我真的不太想喝。吃饭吧。你觉不觉得你很过分呢？今天是你过生日，我一心一意想给你做过一个最完美的生日，可你呢？你怎么对我的？就因为在超市里看见阿金姐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吗？你就一直闷闷不乐，拉长个脸，你当我是什么呀？你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吗？我也是人呐。好，如果你还爱着阿金姐，心里还放不下她的话，那你就把她追回来，让她回到你身边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的话，你就放弃。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他已经爱上别人了，他心里已经没有你了，你这个现实都接受不了吗？我说过我不是个喜欢撒谎的男人，我不会掩饰我的情感，我怎么想的可能就怎么流露出来了。如果对你有伤害，我很抱歉，这不是我有意的。你要真想听我心里怎么想的，我就告诉你。你说的对，他已经不爱我了，他已经不是我的了，我接受不了这现实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干嘛就一定要接受这现实呢？我没有能力得到他，我为什么一定就要放弃呢？人为什么那么功利呢？我知道我不放弃没有用，我不接受没有用，什么都要有用吗？这就是我的一种感受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就好像有人死了，你要哭，你哭他能活吗？他不能活你也哭，你为什么要哭？我不想听了。你知道什么叫剪不断理还乱吗？啊，你这喂，阿钱，我觉得我今天终于找到合适的了。我们两个真的很合适，我希望你考虑一下。Thank you.
那我等会你回话。好的，拜。水花，气色不错呀，白里透红的。我还以为你精神欠佳，跟家歇着呢。又有什么喜事儿啊？嘴都合不上了。你们又发现什么端倪了吗？和平时太不一样了。下雨，它拍打着水花。赶紧说吧，到底有什么好事儿？我猜到了，是不是丹寒厨师长了？升官了，工资涨了多少啊？是不是当上长之后都不用亲自掌勺了呀？我看过周星驰的《食神》，人家大厨啊都不用自己穿围裙，胳膊一伸都是别人给他穿的，太帅了。你不会是又谈恋爱了吧？为什么不会呢？哎呦，是谁呀？长得怎么样？经济条件怎么样啊？在哪儿？干什么的？你警察呀？你们这么八卦，这么关心我，那就让我娓娓道来吧。妈，你快说吧，我们都急死了。我碰到一位特别优秀的男士。如何优秀？长相跟你的演员朋友冯远征特别像。长那样就算优秀了？那怎么不优秀啊？不是说长相，是说人优秀。那你快说吧。他什么样啊？有钱没有？把您的市侩稍微收敛一下好吗？这怎么叫市侩呢？现在衡量男人优不优秀，就看他有钱没有。嗯，孩子还在这儿呢，请您不要在他思维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灌输不健康的思想。什么叫不健康的思想啊？孩子在这儿，我才这么说的。现在就让他知道将来如何选择丈夫，这才是最健康的教育。您也好意思教育孩子？别吵了好不好？能不能说说我呀？每次我一说我的事情，你们俩就没完没了的吵，把我的好事全给吵黄了。我知道我为什么嫁不出去了，都是因为咱们家有你们俩。那你说吧，说吧，你说吧，你说吧。他是精神科的刘大夫，他今天正式追求我了，让我尽快给他答复。我呢，有上次吴东方的那次教训，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，咱们家先开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。你先发言。做大夫这经济条件一定挺不错的吧？挺好的。嗯，职业也很让人尊敬。嗯，而且像冯远征肯定很有女人缘儿。他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。中老年怎么了？下回你帮我介绍一下，我特崇拜他。妈，那你把他带过来我们看看呗。就是，我也是这个意见。那要把他带回家，那就算是我答应了。你怎么算是答应呢？普通的朋友你也可以带回家来吃顿饭做做客，这有什么的？不带回来，在外边吃饭也行啊，总得表个态吧。就是就是，我能见到人怎么表态吗？就是嘛。姐，你的意见呢？哎，我对你表示诧异，你怎么对结婚这事儿这么热衷呢？嗯啊，屡战屡败，还屡败屡战。你这话怎么说呢？什么叫热衷？什么叫不热衷啊？女人必须有婚姻，离了婚再结婚，怎么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什么叫屡战屡败？阿琴在找对象，那就叫做热爱生活。你不敢结婚，那才是怯懦。
结婚就是热爱生活的体现，不结婚就是不热爱生活，怯懦。男女关系永远是热爱生活的标配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世界上啊，就是有雌和雄两种性别组成的。繁衍后代那是必须，这就是热爱生活的标配。你不顺其自然，不结婚，哼，就是怪物。你们才是怪物，谈恋爱然后失恋，结婚然后离婚，爱得你死我活，恨得死去活来，有意思吗？你没有结过婚，你也没谈过恋爱，你怎么知道这有意思没意思？你有经验啊？啊？世界上最愚蠢的人，就是非要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获得的经验叫做经验的人。有人呐，就喜欢评论别人，从来不拿镜子照照自个儿。一个没结过婚、没谈过恋爱的人，凭什么对别人的婚姻说三道四、指手画脚？一个没有经历过正常的婚姻、只当过小三儿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对别人的婚姻指手画脚？都是一个山上的狐狸，你跟我说什么聊斋呀？像您这种人，在我的剧本里，顶多让您活两集。我才不愿意活在你的剧本里呢，那才叫生不如死呢。哟，这是冯佳慧同志吗？不是你准备结婚吗？这什么造型啊？这是？啊？哇！我婆婆送的，好看吗？给我看看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够大吧？我戴上确实有点大啊。那是给我的。哎，姐，我怎么从来没见你戴钻戒啊？因为我没有。就是啊，也没有人给我送钻戒，我怎么就跟人结了婚了呢？你问谁呢？我问你，你跟徐老二，我给你们俩帮了这么大的忙，你怎么谢我呀？我谢你什么呀？要不是因为我长得像徐老二他奶奶，这事儿肯定没戏。那你的长相肯定是立了大功，那要不是我拦着徐老二他妈，徐老二他妈有机会发现你长得像徐老二他奶奶吗？那又能怎么样？汤姆啊，那是被他妈给逼的，才同意跟我结婚的。他根本就不是发自内心的，他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跟我说。那我那个时候结婚虽然没有钻戒，那也比你现在有钻戒感到幸福。姐，只要你帮我让徐老二发自内心的爱上我，将来我一定送一枚戒指给你。你咬着后槽牙说送一枚戒指给我，就是你送给我，我敢戴吗？那我连续给你加五次班，行了吧？妈呀，从一枚戒指一下吧唧落成加五个班，你这差距也太大了吧。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先给我沏杯咖啡，速溶的就可以。